查某囡仔面胖皮胖皮，真古锥，暗过上细看，那有敢那大人的喙齿印，雕伫咧查某囡仔的喙皮顶端，除了正平的喙皮，倒平佮有乌青，互家长真无法度接受。宝贝查某囡仔去上课，那也无代无治受伤。女儿在八月五号去就读，八月中午就陆续发现她脸颊有不明的淤青。我问女儿是谁咬的，我女儿马上躲在妈妈怀里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家长唔敢丢丢，查某囡仔身躯顶唔闹外伤，佮一直讲无想要去上课。家长吊定眼，才发现囡仔互人苦到，动手佮动嘴的人竟然是幼儿园的教保员。报警处理了后，警方查扣定眼，积极横风立功被查，并且要求我们不要去验伤，不要提报，不要报案。十点多，我看到监视器画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女儿被老师一手直接很用力的拉出教室。不久，我女儿被老师很粗鲁的抱起。并且摔扯。九月二十六号，等到今天十月七号了，你们的进度在哪里？孩子每一天在家里，父母亲要背着他，没有办法工作，他必须请假。他们需要协助，你们的协助在哪里？所以我今天特别请教育局来。家长指控学校的处理态度真消极，讲法反其反道，连伊讲是囡仔在耍，才造成受伤甲乌青。但是查某囡仔就医严重，确实都是大人家的伤痕。如果透过病院的社工通报社会局调查，学校才讲甲教保员停职。我们已经把资料都交给教育局，那让主管单位去调查的年轻当中，事情也比较急了一点，所以整个事情真相目前就是在等待教育局那边调查结果出来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查甫囡仔目前先踮伫厝内休困，家长请假咧照顾。但是上课煞无代无志，和教保员不当对待，一定伫伊小小的心灵造成真大的空缺。美食新闻新北市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《美食新闻网》。